特等人啦，还有。看着，然后看着。
Thank you.
我再给你说句话，我老大。OK 啊，你有没有对象？
大米原本是人们餐桌上的食物，但是呢，在河南的洛阳就有一位在大米上雕刻图案的老人，他创作出的形态非常的迷人美丽，让人称心。而且在食物上受到赞扬。谁这么善良把热点开开了，被我连上了。Thank you.
子上坐不着。而且
Thank you.
对呗。周边不是老外。所以他是没骗你，没想到的。还是有人说酒精。中原的鲜花，你知道怎么看？这个是我们卖这个凤梨，然后就这个盒子呢，是吧？来，5块钱这个，然后，这个盒子属于都比较有名。Thank you.
磅，20每个。